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一期新游推荐。去年在 Steam 青睐之光上大受好评的《人类：一败涂地》在本周即将推出主机版本。本周上市的游戏还有和《山羊模拟器》一样魔性的模拟游戏《老鼠模拟器》。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游戏吧。《人类：一败涂地》是一款快节奏、开放结局、物理模拟第三人称解谜探索游戏。游戏设置在奇幻漂浮的梦境世界中，玩家的目标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解谜来逃离不断崩塌的梦境。老鼠模拟器，在这款游戏中，玩家需要扮演一只老鼠，任务则是传播瘟疫。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偷吃食物，制造混乱，吓唬那些胆子小的人。死亡细胞是来自法国的开发商 Motion Twin 制造的一款类银河战士恶魔城风格的独立游戏。本作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存档检查点，一旦死亡就需要从头开始，从头面临全新的挑战。这是一款十分快节奏的射击游戏。扫射曾在2015年推出一支90年代风的宣传视频。在扫射的世界中，你将在飞船里和各式各样的怪物开战，游戏中将包含大量的血腥画面。目前有三种枪械可供使用。诞生是一款沙盒游戏，作为牧场物语开创者和田康弘的新作，游戏中允许玩家创建各种环境来孕育一个新生物。玩家可以改变每个世界的温度、地理构造，以打造一个适合生物生存的生态系统。蒸汽战争是由 SF Team 制作 ,BigWave 发行的一款多人在线蒸汽朋克动作 RPG 游戏，也是史上第一款将背景设定在蒸汽朋克时代并带有生存游戏元素的重口味 RPG 游戏。游戏具备沙盒游戏的全部优点，它将会让你沉浸在一个神秘的蒸汽机世界中，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畅游19世纪的后期另类实境。以上就是本周将要上市并值得一玩的游戏，如果你认为有更好玩的，不妨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谢谢收看，下期再见。